16嘅赛事，人主队白衫嘅 Booster 对客队红衫嘅 Destroyer。 第一節比賽結束，比數14-20，客隊中紅色衫 Destroyer 暫時領先。 Let's go!
第二節比賽結束，比數31-39，客隊中色三 destroy 暫時。比數57-69，客隊中色三 destroy 勝出。